题哦，他说有个妈，那个妈妈呢，在那个换季大拍卖的时候呢，帮他买了一条，你看这边哦，画起来，照原价打六折，圈起来。什么叫原价打六折？知道吗？知道。比如说六折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乘以0.6的意思啊，乘0.6，也就是说100块东西他卖多少钱？100乘以0.6啊，60，这样会了哈。好，那么呢，他说有个人呢，从发票上面看到价钱是234，告诉我234是那个什么钱？是原来的钱还是打折后的钱？打折后的，所以请问你原价多少钱？看到没？这题目很简单，怎么办？假设原价多少钱？原价，对，假设原价就是 x 元，好，按照题目说对吧？来吧，原价打六折，那就是 x 乘上0.6，然后得多少？234吧，然后后面会自己算的，会吧？会啊。好，后面自己写吧。答案多少？答案390，就是一二，好，写慢一点好了，算了，这题。为最后的一题哦，我再算一遍给你看，乘0.6一个面是除0.6，对不对？所以单数啊，答案就变成了390元，好，虽然但390元。